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eno，现在是美东时间二二年一月十一号周二晚上的七点五十五分。今天鲍威尔的听证会啊，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市场整体反弹相当的不错，特别是科技股啊，包括还有一些成长股，今天的涨幅都比较大。那么对于短期的这个指数的走势啊，我今天呢不想。 过多的去做一个判断，因为明天还会出一个 CPI 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现在的预期值是比较高的，预计在 CPI 的数据披露之后呢，市场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呃，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二零二二年。 呃，其实很多朋友我发现呢，包括在评论区也好，还是在各大的这个论坛呐、啊、讨论也好，呃，我都会发现大家对于整体在二二年第一周市场下跌之后啊，呃，整体市场的走势呢，现在是非常的模糊。 或者不是很清楚，我们说，那么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吧？一日之计在于晨。咱们这个刚开始的第一周、第二周，如果大家对整年的交易或者说市场的走势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系统性的判断，那么我相信在这一年里边啊，大家如果像无头苍蝇一样去在市场里翻滚，那个感觉是比较难受的。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打算啊，把我手头现在呢有一些更新过的一些核心的数据。 以及整体的一个交易的思路，包括指数的啊，包括个股的怎么去选择，怎么去看待后面的一个市场，和大家做一个这种展示。呃，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啊，从我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路。当然，呃，你可以把我的思路当成一个借鉴啊，不一定说完全要按照我的思路来，但是只要能给大家提供一点点有用的帮助，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呃，当然也希望啊，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的有用，也希望转。 发给你更多的在炒股和投资的朋友看好，呃，那么今天呢，我首先要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来自于呃这个目前整个的标普的年度的一个增速，呃，我们说市场想要去上涨，那么从标普本身来讲啊，它首先标普五百的企业一定要是盈利，对吧？整体是盈利或者叫。 正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的指数才能够向上去攀升。如果是持续连续的多年的衰退，那么指数是没有涨的可能性的。呃，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边，实际上指数的增长幅度，呃，或者说 EPS 指数的增长幅度呢，就是我们理论上获得的这个投资的回报预期，也就是你持有股票，那么你能有多大的一个收益？所以，首先我给大家看几组数据啊，我把从二零一八年。 一直到二零二三年的预期，这几个核心的数值展示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就可以对比一下啊，知道现在的整个市场的预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在二零一八年的每股收益的标普啊，都指的是标普五百的每股收益的增长呢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二，整个的营收增长是百分之八点七。那么到了二零一九年呢，每股的这个收益增长就只有百分之零点四。那么其实啊，咱们说。 呃，整个的市场的高 PE 水平就是来自于在一九年的后期开始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攀升，市场整体的市盈率在那个时候开始攀升啊。其实，在二零一八年之前的市盈率还是比较正常的啊，没有像现在高的这么的离谱啊，或者说和历史水平相比没有这么的高啊。主要是在最近的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边开始大幅的攀升的。那么到了二零二零年呢，其实美股收益的增长啊，这一年啊受到了疫情的困扰。 标普的每股收益的增长呢是负的百分之十三，营收增长是负的百分之一点六。但咱们看到啊，由于这个美联储的整个货币的这个政策的刺激，加上全球的央行的集体的大放水，我们看到在二一年实际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二一年整个的，由于现在我们二一年的四季度的呃这个财报还没有完全披露啊，一月底本周开始。 从呃明天后天开始呢，开始正式的这个财报季，所以现在我这里写的是预期，就是算上了现在的四季度的预期增长的情况。那么整个二一年的预期每股收益的 EPS 的增长是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营收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七。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爆炸式的增长。如果你平摊到两年去看，和二零年平均相比，差不多也有一个百分之二十的年度增幅啊，就是两年，这是也是在历史上属于一个比较快的年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股价持续在呃高位啊，增速比较快的一个这个比一个原因，因为市场的预期都比较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预期呢，它分它和经济周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二二年的市场的预期到底是多少呢？好，今天我拿到的最新的更新的数据是，二零二二年的美股的收益的预期增长是百分之八点一，那么营收的增长是百分之七点一啊，这是指的是二二年全年标普五百整体的一个总的情况啊，这里没有说个股啊，说的是总的标普五百的情况，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很显然，这个增速就成了一个正常化的增速。 那么市场对于二零二三年的预期增速如何呢？二三年预期每股的收益增长是百分之九点九，依旧是保持一个不错的增长啊，营收是增长百分之五点七，所以二二年到二三年这两年市场依旧是在增长的过程中。好，那么大家一定会想知道，如果都是在增长，那么标普理论上应该不断的上涨才对，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市场有一个提前交易的这么一个机制，或者是预期。 很多时候，股票交易的不是完全是当前，它交易的是一个预期。你预期增长啊，还是预期衰退，还是预期持平？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就要知道现在的标普五百到底是高还是低。实际上，在我前几天呃有一期节目里边实际讲过关于标普五百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啊。今天呢，我补充了一些数据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知道现在的情况啊，现在的前瞻十二个月的标普的市盈率大概在二十一点二倍。 这个二十一点二倍包含啊，就是四个季度，含了现在的第四季度和未来的三个季度，就前瞻的十二个月市盈率二十一点二倍。那么标普五百的五年平均市盈率是多少呢？最近五年是十八点五。那么标普五百的十年平均市盈率是十六点六。很显然，我们按照一个平均水平，我们知道市场啊有一个钟摆效应，当摆到高点的时候，它会往回回落，然后呢又摆摆向相反的方向。 呃，它所以中间才会形成一个这个中间的平均的位置啊，所以我们平均的位置是拿来做参考的，不代表着平均位置就一定要在某一段时间去达到它。但我们要知道现在到底高了多少？如果我们在五年去算，差不多高百分之十；如果按照十年平均算，差不多高了百分之二十。这就是标普目前截止到在本周的一个现状。 啊，这是一个现状的基础，我们先了解。好，那么怎么去理解现在的前瞻十二呃十二个月的市盈率，以及二零二二年预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一的这个事实呢？我们这么去理解，首先我们假设啊，第一点是假设如果市盈率不做调整，还是二十一点二倍啊，默认的现在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么理论上标普的预期的 EPS 的增速，就是理论我们刚才说过，就是标普五百指数二零二二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 意味着指数能涨百分之八点一，这是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说的都是指的是在呃，在今年的这个高点的基础上啊，再涨百分之八点一。好，那么截止到二二年末，这个时候如果标普在今年高点再往上跟着增速涨百分之八点一，那么到了二零二二年末，标普的市盈率就是在二十二倍左右。因为这个地方写的是前瞻十二个月啊，如果标普横盘一年，就在今年。 刚刚创下的呃这个高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一个高点的位置，横盘不动，那么它的前瞻市盈率就是二十一点二倍，就是营收增长百分之八点一，但是呢股价没动啊，标普指数没涨，那么它的前瞻市盈率就是二十一点二，所以无论标普涨还是横盘，其实都是高于五年和十年的平均市盈率的。如果指数继续涨，涨多涨,涨多少的百分比，它的市盈率呢就在二十一点二的这个幅度的基础上加多少个百分比。 很显然，通过这组最直观的数据，你会知道现在的标普呢，确实是有被高估的嫌疑的，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看法是，你也可以认为现在的价格已经考虑了二零二三年预期增长百分之九点九的这个 EPS，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二十一点二倍的市盈率价格，它就是合理的啊。如果标普未来一年不涨，如果我们看前瞻二十四个月的市盈率，那么标普五百的。 P/E 应该是在十八倍左右，这个提前一年交易预期，我们说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现在的价格在今年的高点上继续往上涨，那么就要交易到二零二四年的增速的预期。那么现在呢，我还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判断二零二四年的增速预期到底是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的这个价格高点之上的价格去交易，这个交易呢是比较超前的，从交易的风险上也会更大。 你的利润呢就很难保证，毕竟什么？毕竟现在未来两年的经济周期都是以紧缩和控制通胀为主，谁知道这个周期里边会不会发生什么黑天鹅呢？好，如果指数啊在现在这个价位上回调了这个百分之十啊，就是我们说指数如果从现在的价位标普能够去回调百分之十，那么其实回调出来的就是盈利的空间。 啊，如果回调百分之十的价格，到了二零二三年看来啊，我们说从二零二二年走完，一直走到二零二三年的年末，这两年看来，回调后的价格绝对就是黄金坑。我指的是在二零二三年的这个价位，就是黄金坑。所以现在简单来讲，交易范围就出来了啊，怎么去交易，思路也应该出来了。 如果你交易的是大盘指数，比如 SPY、VOO 这样的大盘标普的指数，现在的位置往下跌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以内的任何空间，都是你可以在未来的两年时间，也就是截止到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底，能够获得的正回报的保证。正回报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底能够获得正回报的保证。从这个基础上往下跌的越多。 你买入，未来涨到这个位置上都是你的空间，都是你的回报。所以，你要是做指数的，你的眼光如果现在看待的是截止到二零二三年末，在未来两年这个周期里边，尽管是一个加息周期，如果指数出现了短暂的回调、回撤百分之十也好，还是百分之十五、二十也好，你依旧应该看两年的牛市上行，跌下去。 看它的牛市往上走啊，往上去走，在你看来其实是牛市，因为你买的是在左侧等着它，然后去买它的一个上行啊，你应该积极的去逢低做多啊，这是对于指数的朋友，你就应该这么去考虑啊。如果你做的是个股呢，那么就有一些不同了。由于刚才啊，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数据呢，它是属于呃这个。 呃，叫做呃，我们说标普五百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呢，如果指数出现了百分之十的回调，其实，在个股上还是有这个差别的啊。个股上，呃，怎么去思考呢？其实，个股这边啊，如果你选错了个股啊，指数未来两年，我们说即便跌下去，还会反弹走牛，但是呢，这个有可能不是你的牛市啊，指数还能回去，但你的个股不一定。 二二年和二三年标普最高，刚才给大家看的是百分之九点九的增速。如果你选择的个股能超过这个增速的，那么你就有可能跑赢大盘啊。当然，你跑赢大盘的意思是你全仓在做这只个股啊。但实际上，大家都不可能是全仓一只股票上，指的是这一只个股的涨幅会跑赢大盘。如果低于百分之九点九增速的，那么你的表现呢就会比较一般。基本上未来两年呢，就是陪太子读书，看大盘脸色。 这样的情况呢，你还不如直接去做指数就可以了。根据我刚才讲的指数思路，好，如果你选择的股票现在还是被严重高估的，最近都没怎么回调，没怎么下跌的，而且你还准备在高位追的，特别是这些交易价格已经跑到几年之后的，在后面咱们刚才讲增速回归正常化之后，在这个跷跷板的效应下，这些股票在指数回调的时候，资金会抛售它们的。 他们会跑到估值更为合理、已经回调过的股票上。其实这个就是资金啊，我们说机构在做的事情，在股市里边炒高一堆预期，然后卖掉，进到合理估值的股票上炒高，再卖掉。好，我总结一下啊，这里边一共呢是有两呃两个要点。第一个，做指数的朋友，标普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回调，如果有机会。 在未来两年来看，都是做指数的朋友应该积极布局的利润空间，逢低做多指数。两年时间啊，两年周期中间有什么波动？一个月是不是下跌百分之三还是百分之五啊？两个月是不是涨了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啊？这个就没法说了啊！我指的是两年的回报率来看，在二三年做一个长线指数的朋友，这是第一个。好，第二点是做个股的朋友分三种情况。第一呢，你要选择什么呢？你选择个股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 你要选择，首要选择是已经杀的比较惨的，回归到价值区间的股票。什么叫惨啊？很多人说我的股票惨啊，我的股票跌了百分之八十了。这个这种不叫惨，那就翻车了啊，彻底是，不是这些股票啊，不是有一些成长股啊，是，呃，有价值的、有盈利能力保证的，之前被高估的，现在杀下来的，杀的比较惨的，看上去股价跌了什么百分之二十三十的。 你说我不会估值，我不知道它惨不惨啊？教一个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就去看它的 P E 水平。如果今天的 P E 水平，今天啊，就以今天来算，它已经接近到了二零一八年一九年的平均水平附近的，那么它就代表它回调的已经足够多了，已经不少了。你就从这个里边去找找什么呢？杀的比较惨的，然后找在二二财年的预期增速超过百分之九点九的股票，预期增速。 EPS 增速超过百分之九点九，很多人说那上哪儿找啊？很多的有一些免费资源嘛，尽管他们的数据可能不是那么精准，但方向是有的、啊。比如说雅虎上就有，对不对？你可以去找啊，雅虎财经上也有这样的这个网站。呃，数据每个股票有详细的资料的分析啊，它那个数据呢，呃，数据源呃，从我看来呢不是那么精准啊，但是方向性是有的，可能大差不差，对吧？可能增速别人给的是百分之六、百分之七，他给的可能是百分之八九或者是百分之四五，差了一点，但你有一个大方向嘛，找。 超过百分之九点九的已经被杀的比较惨的股票啊，最近其实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股票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今天的反弹里边，包括科技股里边，其实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股票。好，这是呢第一种，第二种是最近没有回调的个股，对吧？最近，比方说没有回调的，或者呢只有小回调的个股，在没有顶部形态的情况下，你已经持有的朋友啊，继续持有，你等这个机构卖掉，出现了见顶后，你也跟着跑。 嗯，他不卖你就不卖，还没炒完吧？你就别卖。他尽尽管是被高估的，但是他不卖你就算了，你就跟着跑。那他要是卖了，你也别跟着流，你别浪费这个未来两年的大好时光。没有持有的这些个股的朋友，看到现在涨得很欢的啊，我不建议你现在去追逐任何已经被高估、PE 严重脱离它的平均水平的股票啊，严重脱离，很多都高出一倍多去了，都已经两倍的都有。这些没有持有的朋友呢，要记住，不能去追这样的股票。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大环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已经转向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和二零年和二一年的大宽松的时期不一样了？未来的两到三年，货币正常啊，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是不是大势所趋？是不是全球都不会再次大水漫灌？股市就要回到那个看上去很无聊的要研究基本面的这个市场了。二零年和二一年。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想法呢，可能到二二年和二三年就要稍微的收敛一些。咱们呢，有一点啊，投资最重要的是不要和经济周期作对。我们在股市里边，其实有时候说赚钱的概率高还是赔钱的概率高，并不是咱们的什么技术能力呀、啊，咱们的眼光怎么样。其实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最为最为重要的，它给咱们带来一个基准数。 只有跟着他走，不要和他作对，你才能够在这里边呢，能够去顺着风来走啊，不要去逆风走。好，这是两点。第三点呢，就是很多的成长股，对吧？比方说做标普，呃，做这个非标普股票还没有盈利的这些成长股的朋友呢，你说你想长期做好，可不可以？可以，你要做就做那种预期年度增速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同样，你可以去查一些数据网站啊，低于这个数值的。 你最多呢，你就是做做技术面的波段啊，或者看上去有比较好的机会了，比较热的波段，有好的消息了，能做就做一做，见好就收。增速上不去，讲故事的啊，财报披露，他这个一次比一次差的，你千万别跟他长期谈恋爱啊，这对方很有可能他就是个渣男或者渣女。我跟你说，花钱是小事儿，欺骗你感情得伤你好多年。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大的经济周期在转向，马上呢要披露这个二一年的这个四季度的财报了，啊，刚才讲的主要是一些交易方式啊，马上披露二一年的财报了呢，我决定还是要把这个呃这个增速的预期跟大家也展示一下，你就知道哦，在现在这个四季度，马上后面的几个季度，未来的一共是十二个季十二个月嘛，他们的增速到底怎么样？ 标普呢？市场有可能在什么时候能出现转向？什么时候的预期是好的？什么时候是不好的啊？好，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第一个，呃，整个的四季度的目前的预期增速还是可以啊，增长的有百分之十九点三，营收增长呢百分之十一点四，就是马上要披露的啊，马上要披露的。但这个呢是之前就有过预期的，所以呢现在的市场其实交易的什么？交易它提前交易嘛，它提前交易的就是交易的是这个预期、啊，不错。 符合预期增长，甚至超出这个预期增长，所以呢，股价还看上去很高，对不对？还是顶在那里。的指数啊，至少指数是这样哈。好，那么如果到了下个季度呢，二零二二年的一季度增长呢就变成百分之四点一，营收增长百分之七点八，就是一个非常正常化的一季度。到了二季度呢，这里指都是同比啊，就是同比二一年的情况啊，同比上一年同期。那么这个二季度每股收益增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营收增长百分之五点九。 这是目前市场的这个通识预期，然后呢，二零二二年的第三季度是每股收益增长百分之三点九，营收增长百分之五点一，所以整体我们算下来啊，四季度呢，呃，增速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还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前瞻十二个月，因为这个四季度呃刚刚出来嘛，所以把这四季度算上去，算上这一共四个季度啊，所以在明年整体的这个大的这个增速的环境下，其实呢。 呃，大家呢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呃，像二一年一样的这种超出预期的这种大的想法，或者叫做呃严重的高于平均值的这个想法，都回归正常化。回归正常化意味着股市呢，它也会回归正常化，更多还是要到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判断上来，好吧？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把这些数据和大致的思路啊，指数怎么做，个股怎么选，你怎么去思考它到底是牛啊还是熊？那么我从一个两年的周期的这个眼光来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至少这是我的投资思路啊。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好的股票该买的估值杀的差不多了。 大胆去做啊！这是对我自己是这样的啊，我就去做。那么指数呢？你想做定投的朋友，长期的朋友，你就知道了啊。你说我现在能不能买呢？现在你要买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可能成长空间呢，想象力啊是稍微小一点。我的利润空间到二零二三年可能跑的呢一般，对吧？那你呢可以少买一点，少买一点，然后呢等这个跌的越多就大买呗。你做指数的朋友。 对吧？那你做个股的朋友，成长股看一看它的增速强不强啊，快不快呀、啊？看一看它这个到底是故事讲得好啊，还是说这个业绩真的是有保障啊？找一找他们的数据，不要听。 他们讲故事，或者是大家呢经常不看数据，也不去研究公司，只看论坛，大家讨论，对吧？很多人说它好，但是为什么好呢？又说不出来，对吧？一说好就是都好，然后一说不好呢，大家都砸，就是跟这个 a r 的那个基金一样嘛。木头姐这边不就这样吗？去年增长快的时候涨百分之一百多，个个都是说他是神。那今年呢，遇到逆风了，刚刚大家又开始骂他，没有必要。 人家说不定还有辉煌的一天呢，而且人家的年度平均算下来，人家的增速、增幅和那个收益都是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只是周期决定了它是好还是坏。你呢，不是要去选的时候，就是要在合理的周期里边去选择它们。它到了时候该增长的时候还得增长，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对于啊未来的一段这个大的行情的一个判断吧，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明天有 CPI 的数据公布啊，预计市场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短期的指数走势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好吧，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说纳指昨天说过，它必须要快速反弹，必须往上走，它不能横盘，它也横盘就代表弱，它必须要快速往上走。所以如果明天 CPI 出据呃出来之后，呃非常高的一个 CPI 数据出来之后，它还能继续高歌猛进往上走，那就有可能会结束这个下跌的趋势，还能去在高位去横一横维持一下。那但是明天什么样、啊？ 我也不清楚啊，好，呃，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希望大家今天的节目呢，如果觉得有帮助，大家多多转发，感谢大家，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